大家好，今天做北面融肉。锅中倒两碗水，放少许碱面，再用同样的碗加一碗面粉，边倒边搅，搅至没有干面粉，揪一块试着不粘手就可以了。然后移到案板上，分成小块晾凉。凉了之后全部揉在一起，一定要多揉面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搓成长条，分成面剂，改成圆饼。薄厚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，上面刷一层油，放入蒸汽蒸五分钟，然后取出晾凉，切成条，特别的劲道。切好之后摆入盘中，放入配菜，浇上调好的料汁。料汁的做法我打在屏幕上方，柔软劲道，特别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关注收藏哟，感谢支持。